好，第十三题，它告诉我 y 等于 x 跑减二，还要我们修这一个东西。So 在这边我知道 dy dx 呢会是减二 power 减三。Second derivative 呢会是等于六 x 减四。所以我的 y d2y dx 2呢，我的 left hand side 会是等于这一个。然后它就会变成了 x power 减二，然后 6x 减四加减二 x power 减三 power 二减十 x 减二 power 三，所以它就会变成 6x power 减六加 4x power 减六减 10x power 减六。十减十零，也就是 right hand side。好，就是这样，很神奇的一个题目。